哇，结果吴宗伟没有看人呢。哇，麻辣追回锅，吉尔贝克，好一个隔山打牛啊！好可怕，从哪里杀出来的追魂锅啊？都不知道啊。全肯尼没有抢上，球赛继续进行。哇，这球阿吉很拼，重新获得24秒的进攻机会。大 B 哥上来挡一个，然后丢球找到篮底下减号摆进两分。所以我觉得可以合理的去推测，这个辛巴是非常讨厌这边这个篮筐。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。对，你看你防守盖火锅都习惯去拉那么一下。来做检讨、开会跟修正。吴振豪单手扣篮，这场比赛的第一次扣篮出现了，是36岁的吴振豪。港铁，港铁。他这个吸引力去制造第二个队友，哎，他这个送球其实是有时间差的掌握，利用 bounce pass 去用这个弹跳让他去抓到这个机会。哇，飞身爆破，林俊豪，高雄体育馆要沸腾了！助攻的又是陈佑伟。他不会管别人什么事情，他就打自己的球啊。前场二打一的机会，什么东西啊？哇，什么东西？什么？什么东西、啊？我到底看了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连阿瑶也笑笑啊。转换快攻的机会，前场二打二，给球找到曾祥军，但球被夹掉了。最后40秒。哎呦！接到篮底下，这个火锅打了出来。盖火锅的是林一辉，前面高国华跑快攻，拉杆出手两分有，高难度的拉杆右手上篮。新竹工程师球迷跳起来了，非常不可思议、夸张的动作。执行一个3-2区域，这也是这两天比赛工程师第一次采取一个区域防守，第一时间的第三步。成功中教之后，马上转换快攻。德古拉出现失误了，朱云豪接球往前场走，阿里乌飞身灌篮得分，起飞了！大圣脚上有装弹簧啊。田浩扣一个战术。再来看一次工程师的底线发球，第一时间给法师单手扣篮，哈哈，原来田浩扣的战术就是这一个啊！再来看一下这个战术，李佳瑞的背挡之后，直接给法师第一时间空中接力单手暴扣，哦，这球相当漂亮。